磨纸一幕贴贴好之后，我们来感受一下它实际的触感。那先用手指，大家可以听听看，可以听到明显的沙沙声。那再用这个 Apple Pencil 也能听得，来试试看画起来感觉是什么呢？我现在是用一个叫概念的 app， Apple Pencil 其实第一代圆滚滚的，很滑，不好拿。那来试试看，先写个字，确实阻力是大了很多。所以实际操作结果是还不错的，因为阻力比较大的关系，所以它比较不会滑来滑去。用力一点画，可是我很用力的下笔，是轻轻的，用力点，轻轻的。好，它烫起来就会像这样。乍看之下会感觉亮度不太够。实际看的话，其实会看到很多细小的光点跑来跑去，就像如果你看到这一区白色的，那你会看到粉粉蓝蓝的，那这个就是被磨纸荧幕保护贴实际上会看起来的感觉。